打个招呼。汉哥，情人节快乐。过了。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心情怎么样？心情第一次看小明星。现在呢，我在飞机上，吃一下，这是什么餐？抗水性的，不知道。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好的，吃完我要再继续睡，刚睡醒。晚点见了。到了底特律转机，好久没有睡这么久了，要不要吃？Hello, everybody. 现在我要去健身房了啊！别说你是贵，小周老师，你这贵是练什么呀？康复的一种，又不是膝盖做手术了吗？所以他实在，那他每天得压，要不他蹲不下去，也跪不下去。Ready.练完了，在美国的第一天健身结束了。Good job. Moment of silence for the champions, for those who make going hard a lifestyle. Never wait for nothing, gotta get it right now. I'm in the spotlight when they turn the lights down.